今天是明道大学最后一次的校庆。那今天呢，我呢来那个明道大学的图书馆啊，从图书馆二楼那开始，这里是明道大学的图书馆。那我经常来这边看书，在这边读书，然后就是图书馆的二楼，然后我们稍后会看表演，然后这个表演是校内的社团啊，还有可能是教职员的啊表演，他们正在后台准备，大概9:30-10:00就要开始了，然后看得出来图书馆很多人很兴奋啊。然后有教职员的管乐团，还有太鼓的表演啊，也是很重要的项目。然后看得出来图书馆很多贵宾啊，还有就是茶道